莫高窟217窟的青绿山水画，盛唐时期的，1000多年了。比如说石青、石绿都是矿物质，这石青的含量很高的那种，它就是青金石，比黄金还值钱。那个石绿的就是绿宝石，就是把那些绿宝石把它磨成粉末，画在墙上的。